礼物，直播啦直播啦 ，Hello， 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雪白文旦的深夜厨房。进来的朋友们，记得记得动动你们的小手指，把我分享出去好不好啊？哦的写哦。来，进来的朋友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什么呢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们期待已久的茶叶熏鸡了。那今天这一道茶叶熏鸡呢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简单，因为我的茶叶鸡有两个料理，两个做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个就是熏鸡啦，那第二个是什么呢？第二个就是我们去烦我们拿来炸的。哎，就停掉没有？我们走。哎，啊？我们两个吧，不是？狗回啊？狗不来，你问狗看它要不要吃，它现在还没有回过。来，朋友们，藕丸，藕丸，大家的藕丸。这么我看了萌萌的，你们看了会不会萌？是我的问题还是？你们看了会萌吗？会萌的写萌。因为我这边一直萌，一直不萌哎。会萌吗，朋友们？如果萌的话，我就先不去做任何的东西。为什么师傅有中国的口音？因为我的祖先是中国人呐。林晨毅，晚上好，何杰西，来家买，买，买住。没有没有，会不会萌？会不会萌？我看一下，因为我的手机看了会萌哎，你们看一下会不会萌？不会啊，说话全部都 OK， 声音画面都 OK。那各位讲讲，麦啰嗦了 ，OK 哦。来，茶叶鸡，来，朋友们，因为。来，朋友们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我用比较快速的方式来跟你们讲了 ，OK？ 哎呦 ，OK， 来，朋友们，首先茶叶熏鸡我们需要准备的，需要准备什么呢？最重要的就是一只鸡啦，那第二呢就是白米，你要白米、黑米、chocolate 米都可以 ，OK。然后茶叶，那你问我什么茶叶？我这个是红茶叶，三番池，三番池 ，OK。这是三番池，这个也是三番池，然后呢跟白糖也是三番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熏啊。这只鸡有两种做法，第一种做法就是你先直接。蒸熟的你再来熏，那我选择比较传统的做法，生鸡直接过去熏。可是生鸡直接去熏，它的味道茶香味会比较香，皮就没有那么香 ，OK？ 不然我做啊，可以了，我已经忘记我要做什么了，明白吗，朋友们？来，明白的写明白。然后还有朋友们，记得有一样东西。就是帮动动你们的小手指，帮我分享一下好不好？哎，不好，没有，我的水用完了，这样就改了啦，够力了啦，我的水竟然用完了哎，那怎么办呢？朋友们，那因为时间上的关系，我已经把这一个啊要，可是你干得动没？OK。搞笑，你以为我懒痛啊？来，朋友们，我老婆讲，她以为我懒痛，我以为她懒痛，来，不要为了懒痛这个字眼啊。
敏感 ，OK。蓝通就要看医生了。我都没有那个。来，我们先把这个鸡，因为时间上关系，我已经先腌。用什么来腌？提前半个小时盐巴抹一抹它，不然等一下那个鸡啊，只是茶水味不够咸就不好吃 ，OK。然后呢，这鸡我先放一边了 ，OK。今天会很快啊，朋友们，因为阳光麦啰嗦啊。好，那我们先准备一个锅，然后放一个锡纸在里面，你们看得到吗？感觉你们看不到，我把这个弄，这样子你们应该看得比较 OK 是吗 ？OK 吗？这样子，等一下我把那镜头调一调，因为是我一个人，我老婆刚刚回来不了。OK， 来。朋友们，我们先把这个锅放一个锡箔纸，为什么？不然等一下这锅很容易坏，然后又很难洗 ，OK？ 然后呢，如果你们家有破的锅，就拿破的锅啦，我家没有啦哈。然后茶叶铺上去，铺平它 ，OK？ 然后虾米，对 ，sorry， 白米铺下去。打平它 ，OK。白糖，一样三分匙啦。白糖是最后撒在上面的，看看。白糖要是最后。撒在上面，先放茶叶，再放米，再放白糖，明白吗？明白的写明白，好不好啊？好，我们就放去一边备用。来，来，我们继续啊。那个不够用吗？够了。来，我的鸡我是已经腌了盐巴的啦。就是我们腌了过后，我先烫一烫水给它有它的皮给它 Q， 这样呢，那鸡弄出来它的会比较漂亮。OK， 明白吗，朋友们？明白的写明白。OK。那你们今天先扫辣椒先哈，我在忙着。先扫辣椒是什么？嗯，那是冷拌的辣椒。啊。OK， 你们冬阴少了辣椒。冬阴少辣椒不是的。来，朋友们，好，我们先把这个下去烫一烫，水一定要滚啊！烫了一面，烫第二面，水不用太多。我反正我就是要，我要烫它皮罢了。OK， 然后滚了过后，我们再翻。OK， 明白吗，朋友们？明白的写明白。OK， 然后你就不要好像做白斩鸡这样又翻来翻去。总之我就是要烫它的皮罢了，明不明白？来，那我已经懒惰，我就直接，因为我水没有放很多啊，我直接用这种将来穿烫淋它的方式哦，把它冲凉，冲一个热水澡啦。OK， 来有问题的姐，因为 ，sorry 啊。明白。然后大家朋友们记得，如果想要食谱的话，可以去到我们的艾文厨房交流群那边拿食谱。OK， 那边的食谱很完整，也要谢谢娜娜跟李红他们群里面帮忙的管理啦，不然我的话是没法躲啦哈，朋友们。然后记得，如果你们是用不粘锅弄白干东西，就尽量不要弄到锅边啦。OK， 来，好了。哎呀，我要把它吊起来。老朋友们，还有，记得要进群啊，记得一定要有人头像啦。然后第二就是要分享过我的直播的啦 ，OK， 或分享过我的作品啊，这样子之类的，管理员他们才能够把你们陪进去。OK， 来把这个拿掉，朋友。来，我们把这个放下去。然后呢，把放下去，然后呢，把鸡放进去 ，OK。
我们就这样，也不要动嘛。我拿东西垫着它。好，那开火，然后把盖盖盖起来。哎呀，这盖盖不行，还是不要睡觉吧，你还是睡觉吧。哎呀，关不到哎，消了咯，这样子。等一下，我modify一下这只鸡啊。因为它关不到诶，关不到我就盖新了咯。这样子就关得到了。这鸡太大只了，这样熏得到。来朋友们，我们就是这样子，记得锅里面什么都不需要放，不需要放 ，OK。我应该然后我被它压这里怎么办呢、啊、我的锅太小个了嘞，我等一下我换锅盖，我现在给你们看到就这样，等一下我换掉锅盖，不然真的没好写嘞，我怕等一下选不到，因为那锅盖压到那个鸡翅膀，我怕熏不到它嘞。把那大鸡叫你卖，分享完毕，谢谢你们。大火还是小火 ？OK， 先开大火，出烟了关小火，因为我们要慢慢熏。OK， 记得不要放水，不要放水，锅。底一热它就会自己出水了的 ，OK。因为我们有放糖，可是我要找一找，看有没有木材啊，还是筷子啊，我垫一垫它、啊，不然真的没好写的。我看一下它的那个，不然这样啊 ，Oh my God！怎样哦？那锅太小了，然后我的这个又太……可以吗？这样子？这个应该太靠近。等我一下，朋友们，消掉了。我一直没有想到我家的锅不够大，就不没了 ，OK。然后我们放着这样子，让它慢慢去烤 ，OK。好嘞，朋友们，记得做这道菜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记得一样东西，记得什么呢？要通知你们的邻居。跟他讲你在做茶熏鸡，不然等一下他会叫王八来。好像那个臭豆腐的味道。不会啊。我感觉这碗好像有一点辣辣的味道的。有一点点。还是我的锅洗不干净，那个辣沙味，感觉有点辣沙味的。我感觉有点像臭豆腐。来。因为我感觉它有点像辣沙味，
用有脚的蒸架，我家就是没有那个有脚的蒸架。我刚才一直在找，一直找，哎呀，找到啊，我都尴尬了。还有没有？我找看有没有那个有脚的蒸架。冰箱中是有的。没有了。没有了。好，我老婆丢掉了，她讲的不是我讲的，因为生锈了。好，我们这个放旁边，然后我们做另外一道菜。来，把镜头 move 过来，然后做查询机呢，我们注意，还有一点是需要的，鸡肉吃了会腻，然后呢，我们需要有一些配菜。我们今天做这个虾米凉拌，哎呀，我们需要什么呢？虾米呢？虾米你喜欢多少？虾米、洋葱、小辣椒粉刺辣放辣一点，然后这个蛤仔六粒，洋葱十粒洋葱，然后虾米大概我称给你们了，不然让你们问我，我也是被问到好难啊。我称给你们了，虾米50g。洋葱120g，小辣椒3条，蛤仔6粒，就是这样子简单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叫什么？这个小洋葱先切片。我们先把小洋葱切片，那个鸡要烤多久啊？鸡烤半个小时，熏它半个小时。来，有问题吗？有没有问题？晚上好，晚上好 ，Christine 蔡，晚上好 ，OK。因为这个熏鸡就要慢一点啦，时间没有得给你坏的。如果你们家里有破锅的话，用破锅会比较好，就不要像我这样直接用那种好的锅，因为它比这个它是慢慢火一直在熏着嘛。几个小时了？不用啊，熏半个小时就 OK 了啊。啊，我的鸡是小只啊，如果你们大只的鸡，建议你们先蒸了再来熏 ，OK？ 来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分享。厨神今天好像还在睡梦中 ，steam 这样。对对对，魅力，今天 steam 啊 ，steam 到没有朋友啊。一个人啊，不懂蒸。一个人啊。开始了 OK， 它烟开始出来了，来，又是9月9重阳节，难聚首，来，朋友们先把这些切了放进来，虾米放进来，把这些东西全部给它放进去。小辣椒能吃多的，能吃辣就放多一点，不能吃辣就不要放这样多了 ，OK？ 晚上好，晚上好。
Good evening， 好厉害主，爱心。李文六，谢谢你，不厉害了，只是会少少而已。来，朋友们，那这个辣椒啊，建议你们就是把它切一切啦 ，OK， 然后放进去，然后呢，这个芥辣、芥菜呀、橘子啊，哇，哇，那鸡很漂亮哎，太漂亮了。太漂亮了，来，我们那个橘子取汁啊，朋友们。用普洱茶叶可以吗？可以的，用什么茶叶都可以，用什么茶叶都可以，没有问题。连阿 black 都别难喊了，我家的小毛孩。然后如果是第一次熏鸡的话，给你们一点建议，先把它蒸熟，或者蒸它半生熟，最好是蒸熟才来熏的、啊、不然它蒸熏不熟，味道不一样了、啊、它现在有一点熟的不一样，现在味道很香哦，开始那 smoke 的味道，弄超大鼻超大鼻这样。 Oh my god， 来，很黑啊，那个什么很黑，画面很黑啊，很暗是吧，来，需要先炒香吗？不需要，用酸柑代替橘子可以吗？可以，用酸柑可以。茶叶是还没冲泡过的，对吗？对。OK， 熏鸡锅里放水吗？不放。不需要放。啊，这么你那边这么多问题，我看不到问题的，我一直看到晚上好。是咯是咯，没有的声音很近哦 ，at least 对。它没有，我声音就是好像少了，对对对，同样少辣椒这样子，对对对，因为今天很忙，刚刚放，我刚刚下班，然后我还要做一点家务，今天要早睡，所以我不得空来帮他直播，来要他自己扎伤了，什么茶叶都可以是吗？是 ，Jennifer 问，是是是 ，OK， 来你们慢慢看啊，我先去做的东西先，不然等下我要弄到很迟才睡啊哈。来，朋友们，那我们这个呢是拿来等下我们吃鸡肉啊，它会有一点吃到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拿一下配的 ，OK， 然后吃不完放冰箱，不会浪费 ，OK， 来就是这样子简单，嘎啦布的，啊，凉拌虾米，然后不要马上试吃啊，我们先给它搅一搅，搅拌一下，然后鱼露鱿鱼露都 OK。三半匙鱼露，三半匙 ，OK。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。那如果有柠檬叶，就是那个泰国橄榄油的话，你们可以放一点。我这边我是不用放了，因为我觉得这样都已经 very good。然后，朋友们，你们不要看它、啊、现在没有水，等下它会慢慢出水。为什么？因为糖搅到溶解了过后，它就出水了 ，OK， 明白吗？来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妖星晚上好，来大家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分享了，谢谢。什么肉？猪肉多少个？啊、哇啦哦，尴尬了，这么。难怪我一直看不到你们口面，
我一直看着昨天的，昨天的直播，你是笑了好吧 ？Oh my god！ Sorry sorry， 朋友们，今天太笑了。虾米泡热水，我一直看着昨天的那个直播，这么那那些什么肉，多少肉？那一万蛋虾米不用炸过，不用炸过，生的生的，这个是全部东西都是生的 ，OK。哇，我跟你讲，今天真的尴尬了，你先试一试味道。好朋友，这个不是跟你骗的，真的是好料的，没有骗你们，它是真的好料，它好料到没有朋友，很好料啊，朋友们，这道菜，来，放一点白醋。我不是问你讲说，那么我是不是在说宝贝男人？嗯，那我看着李耀信讲，哎呀，帅哥大厨晚上好，没有我不行啊，不行不行，漏到满裤就对了。来，朋友们，这个已经好了，我们就这样放着备用。然后我们来看我们的鸡，鸡已经熏到很漂亮。来，我们看一下鸡。你们有没有看到？我不知道，看到吗，朋友们？因为我现在不可以打开。他们全部问你问题，他们讲难怪问你问题，你全部没回答他们。我很漏，我很漏回嘞。今天从刚才我看你一直不在状态到现在，很奇怪啊！今天一直没有在状态耶。你太糊涂了。很好笑，真的没有我不可以哦哈，够力啊！这次你要等我得空才能直播了。等一下，哎，下个月整个月做一次，你要怎么办啊？笑了啊！我奇怪，这么经典的问题没有问题，一直晚上好，一直晚上好。香港后放什么？放糖，是吗？鱼露。我们会放三十谱正宗泰国味还是大马味的？来，刘明，你是讲什么东西？虾母泡热水，不用泡，不用泡，直接下。来，我先看旁边啊。厨神好可爱，闺女，这是好捞鬼啊！晚上好，可以再搞笑一点，昨天呢，妹不在神不啊，魂不守舍，这是真的。这道真的很好料，鱼肉对，哎呀笑料了，就是说我还没有睡醒，太糊涂了，真的太糊涂。配鱼好料，真的配鱼配肉真的很好料，有金加肉放金加肉更好料。我明天下马六甲我就去买了。第一次看人家直播这样，难道你不要这样哦？漏害我漏气，虾米我又放姜花碎 ，OK， 这道你们要放姜花碎可以放，可是我觉得。放姜花碎感觉就又是另外一个味道了，漏到满口，不得空帮腔，老公自己忘了直播方式，很开胃，笑死我！加芒果应该很好吃哦，这一道菜如果加芒果，把那个虾米要炸过，鸡要翻身吗？不用翻身。哎呀，看那个，不要这样子。真的 ，very sorry。来，你们看一下，你看熏鸡熏出来是很漂亮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哎，你好，那镜头什么一下呢？来，好，现在呢，这个继续让它熏，还有23分钟，我来炒个菜。哎呀，我真的是漏到满裤了，我今天炒菜胆了。我跟你讲，有时候我们两公公啊，你们就没有办法清炒菜胆了。来，
哎，然后这个菜胆记得不要切到，一定要留一颗胆给他，记得要留一颗胆，不然就不叫炒菜胆了。OK。他应该等他回来先才去吧，欢迎他回来，后面才来。我们先留一颗胆来，然后今天这个呢，我就拿来清炒了，清炒啊，然后记得要留一颗胆给他，然后刚才洒鸡的水，我们照样拿来洒菜啦，就很 good 了的啦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我第一次这样捞回来，虾米可以三次中午才看到。只是洗一洗就可以，对对对，那只鸡都尴尬了，真的那只鸡都尴尬了。菜胆是要选圆的，对，菜胆要选圆的。哎呀，我来了啦，我看好像不可以嘞，没有它不可以嘞，我不能不来嘞，都不放心啊。冷冻，那个三杯直接冷冻。好，菜胆要怎么洗？然后你们记得三杯哦，那天的三杯你们吃剩的，因为很多嘛。你们分成几配，又或者是你们家里有锈的，你拿那个袋子装了锈起来的时候，放在盘子，用筷子压成六格，要的时候就熬一格，要的时候就熬一格，这样明白吗 ？OK， 来，那菜胆要怎么样洗？菜胆，嗯，菜胆要这样冲一冲水就可以了。要我表演洗给你们看啊？哎，我 adjust 一下镜头哈。我洗一洗哦。OK， 来，熏的鸡那个锅不会坏吗？那锅能的话用破锅。能的话你们用破锅。因为我不能用破锅呗。是啊，觉得那个鸡也在笑他哎。OK， 菜胆炒蒜米鱼露。哎、什么？菜胆炒蒜米鱼露。菜胆什么？炒蒜米鱼露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是吗？对对对。我今天我是讲说要教煮什么的，我都忘记了。啊、哦，我今天是油菜胆。来没有？你是傻傻的郭靖，老婆是黄蓉。你这个形容词真的是刘英平。来。OK， 来没有是真的，你看我不放心哦，我在忙了过来了，我看他 steam 到够力啊， steam 了，从刚才一开播 steam 到现在还在 steam， 所以我本来我的手上工作放下来了，因为被宠坏了，没破锅哪一个来敲。没有破锅怎么办是吗？有人问。晚上好，晚上好 ，Hello 玉晚上好，玉林 ，Hello， 晚上好。所以现在孩子都没有辣椒的严重吧？真的。哎呀，没有辣。对了。一到冬阳没有什么辣椒，你们试试看，那个冬阳还能吃吗？不能吃。那叫酸汤，不叫酸辣。来，少了一个味道。哎。上个星期丢个锅啊，我有破锅收起来，不要丢。上个礼拜我有破锅没？没有，他们。哦，朋友们，你们如果家里有破锅的话，记得留起来。为什么呢？破锅非常非常的好用，怎样好用？你可以来烧金子，你可以拿来做烟熏鸡，你可以在焗螃蟹、焗虾、焗虾干。对。搞这些东西你就不用心痛那个锅，不用心痛那个锅啊、哦。OK， 刚才那个虾米不用拿来炸过吗？裴先问。不用裴先，你炸过是炸过的味道，没有炸过是没有炸过的味道，两个都可以。可是这个味道我比较喜欢。对，杰尼克，炸过的味道哈、哦，它就有一点像什么？炸过的味道它就有一点像江鱼仔这样子。杰尼克，等一下我要叫他那个家务跟他。做到干干净净才可以、oh、才可以睡觉，不可以直接等下吃饱去睡觉，就要打理到整个家干干净净先哈、啊，因为他明天出门了。这个太美味了。等妹生产的时候用 walking talking， 对，好，不然少我的声音不可以哦，我觉得这直播，他 steam 哎，要 steam 一个月。
哇，这个鸡真的很漂亮。晚上好，上一定会晚上好。晚上好。我已经放在玻璃瓶了，所以就放冷冻。哎、啊。Crystal Tang，明白，谢谢。我已经放在玻璃瓶了。来 OK， 来。来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这边了。哦，你要炒菜胆啊？嗯。来菜胆来，我们先下去，水滚下去扫一扫它，洗干净的菜胆，水滚下去扫一扫它。快姐啊，等一下它们掉下来就够力了。老婆，老婆睡的时候拿去直播直啊房间直播了。什么？以屏风讲，我睡的时候，你的厨房要放去那个什么房间了？没有，我直接把这边围起来，叫我老婆出来外面睡。用干锅。坐月子，对，要用钢锅来拱那只鸡吗？我，你是问我吧，我的是那石头锅，我用那麦石锅。对，弟弟讲没有，我的声音很近，对，一定要有声音，对对对，一定要有。现在才来讲，早讲我就不用丢掉那个破锅了。Jenny Lee讲，哎呀 ，Jenny Lee， 你一定是没有怎么看我的直播的。师傅，这道。我等看一下，这道什么？这道虾米蒜头我吃过，妈妈有做过。这个不是虾米蒜头啊，这是虾米葱头。葱头 ，sorry， 上次我读错。OK。虾米葱头 ，sorry 啊。阿瑞，阿瑞为什么要烫？你是说这菜胆吗？这菜胆你不烫的话，等一下很难炒，烫一烫，它就比较容易炒，明白吗？Okay. 你很美女，你很蛮很累，是个女强人，对她很强。OK。哇，有了，对对对，林晨毅，有了她声音，人数直接飙着上来了。是啊，不然刚才太近了，然后好像叮这样嗡嗡这样子的，我看到被看了，快跑来。我现在嗡嗡回神了。嗡嗡这样子的，嗡嗡这样子的哈，为什么这样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。为什么烫过那菜，烫了才好炒干？是。那菜你要烫过，你没有烫过啊、哦，不好炒哎，没有。你刚才放什么下去？我放一点油，放一点油。我妈在直播，你放一点油，这样呢，那个菜它就会，比较面比较滑，然后不要滚太久 ，OK？ 我看好、哦、真的，我去生孩子，他怎么办啊？他应该是公公直播一个月喽，你们就看公公样子一个月了，哈哈，糟糕了啦，给你们看公公样子，每天你们问他东，他就回答你们西。你们现在直播问他问题，他看直播是看昨天的直播，你看。哎呀，真的是电话没有靠太，没有电话很远其实，啊。来，电话很远。你们敢再问问题，他就奇怪这么，你们就奇怪这么，你们问题他今天没回答的，他就奇怪今天这么你们没有问问题的。哎呀，原来他是看昨天直播，很搞笑，是他昨天穿这衣服吗？懵哎你！没有，我一直在看着那个口面，我没有看到人。然后我在口面一直看。你昨天直播都不是穿这衣服吗？没有，口面的画面是在这张桌子的，没有看到我。然后我就看做了那些肉要多少，什么肉？很懵啊你！然后我就开枪骂他呢，难道你讲什么鬼？今天做的鸡不是做的肉？然后我看回上面，哎，怎么是这件衣服的？Sorry。很懵哦，他这么很好笑哎，他这么这样子的，转过来。OK， 来，我们炒菜先来，给位阳光麦啰嗦来。对了，八点了，我九点半要上床睡觉哎，九点了，现在已经。来，蒜泥，要去包。没生孩子就没有直播。虾米要去包浆，来。我跟你讲，我生孩子，他不懂要休息几天没有直播哎。不会了。给你们看公公样子，答非所问呐、啊。这只鸡什么？骨酥呢？好了没有？还没有，还有14分钟。哎呀，有电话，其实离火炉还蛮远的。离火炉很远，因为我们比你们还要怕嘞。OK， 煮菜炉的平面会焦吗？煮菜炉的平面会焦，哪一个？玉玲问，我不懂哎。玉玲，你玉玲，你讲的是什么平面炉？男宝宝 ，Anchong， 男宝宝又是一个男宝宝啊，怎么办？怎样才可以生女的？啊！笑他一个月，我真的、哦、去，我生好孩子坐月子的时候，他肯定是被你们笑一个月的，每天嗡嗡的。放蚝油，然后加一点点的糖，
糖是大概砂糖大概是五六粒啊，有刺猬吃的可以搬，没有刺的可以不要搬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这样炒，我们先这样子炒，炒香呢。为什么这样子炒？你这样炒，炒均匀了，菜才下去。好，来点点。吃肥吃饱睡，不肥才怪。你们看，现在已经九点了，我们的晚餐你看。九点了，晚餐都还没有煮好，你看不肥才怪哦，真的。啊啊、我跟你们讲，我一个月肥哦，要5斤肉，你们知道吗？哟，到时我不懂是不是要中风了、啊？两个，还有两。人家讲中风的前兆、啊，有人吃 steam steam 还有，我还有两个星期多，三个星期才生呢。我到时候肥到走路都不能生。人家讲要临面临，我一直先跟他讲，今天早点开播哈，还是拖到现在才开。今天早了喂，我刚才我还给那个工程的装修佬拉着，不能离开。我跟他讲，我要回去直播了，不可以了。来，炒好了，放下去。啊，好嘞。你怀孕加哎一个月九公斤是很恐怖啊，超漂亮 ，OK， 好来 ，OK 好，下一道菜，肚子那个又不肥肥，我自己哦，真的是，哎呀，因为哦，你看你们每天我们直播吃这样晚哦，不可以啊，真的，来，在姐家里第三个就是你的，哇没，好听你的，有我生完这个了，月子够马上再表多一个哈，这样你们就一直看不到他了，你们 OK 吗？然后每天看好像 steam 这样，哎呀那个真假没有啊，哎呀这个没有啊，那个没有、啊，吃开播才来得及看呐、啊，啊这样就要永远吃开播了，我是叫他。早一点开，7点7点半就好开了，因为哈、哦，我不可以吃这样吃哎，等下我血糖，然后不健康对孕妇，然后又每天晚餐就变成喝代餐罢了，然后宵夜才吃到那么丰富，你看晚餐时间通常是六七点嘛，可是六七点的时候我才喝那个代餐，然后到。宵夜时间才吃晚餐，所以我们的饮食真的很不对啊。对，很沙拉。很沙拉，太沙拉了，这饮食习惯。太沙拉了。我们尽量八点之前吃晚餐，我是八点之前都在喝代餐哦。然后你看直播到来，有时候9点多10点才来吃晚餐。是咯，来朋友们，给一个建议来。要几点开播？7点。要几点开播？7点，我觉得又很早哦，是不是？有时候我又要忙着工作。如果我6点开播，我的工作做不来嘞。7点呐。7点。我生了过就可以了。OK 了。7点呐，我觉得。是喽，太晚吃无益喽。别久一次，多做做就会有女儿。要生女儿，别久一次。没有嘞，我每次是一次久的嘞。煮什么？煮什么？如意餐，如意。我们今天煮。凉拌虾米、干辣布、虾米菜胆，还没有油菜胆，还有一个茶熏鸡，茶熏鸡差不多要好了了。可是等一下茶熏鸡我就不吃给你们看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拍照，但给我一撕啊，它就不美了。你们在听我在那边念碎碎念念念念念，我吃太迟了，一直念念念没有听，一直念念念，七点了觉得。煮的炉。会平面会熟吗？啊，玉玲姐，你说煮的炉的平面会熟吗？因为我家的炉平面是玻璃，每次煮菜炉平面很烧。什么来的？玉玲姐，他是用平面炉的，意思是那种电磁炉的，还是那种紫外红外线的，是吗？玉玲姐，你讲的是不是你用的是电磁炉跟电陶炉？我的这是火炉来的嘞。对。那卡了吗？其他人有卡吗？请问一下木瓜煮酸辣鱼是出自泰国还是马来人啊？
我没有吃过哎。去点还没有回到家，看不到吃播。以前是这样，还是直播才乱的？因为直播才乱的。也不对啊，以前我们也是都是这样吃啊。以前我还没有怀孕，现在怀孕不一样。没有卡哈，奶奶，你的网线了啦，奶奶。奶奶，你的网线有问题。奶奶，你的你要去搜寻一下了。奶奶，搜寻一下 ，OK 。没有，现在我开始要吃蛋了，我不可以再继续这样暴饮暴食哎、欸。我一直闻到那个吃太多那熏的味道，够香啊，香到。格拉布是放鱼露跟白糖而已吗？鱼露、白糖跟白醋。睡觉。没有卡，没有卡，不会卡。好。你要快点哦，不然我来不及吃哦。要等这个包啊。好呀。然后我明天要喝糖水。好吧。都叫你七点开播，你还是八点多才开播。没有卡，没有卡。我们现在再聊一下，有问题的问上来，因为我在等着鸡鸡啊，有八分钟。有问题吗？现在可以煮泰国的 Kamsom 是什么来的？我一直碎碎念碎碎念。泰国的 Kamsom 是不是那个？哪里啊 ？Kamsom。我看看是谁。Alice Lee Wen， 泰国的 Kamsom。啊 ，Kamsom 是一个糖来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才李红对，真的七点是不准时的，他八点都不准时，还讲七点呢、啊，真的是啊。慢点哦。他，我给他，我一直买手表给他的，你看他就没有戴手表了，没有时间观念。我手表没有电。七点开，是我觉得要。因为我体重飙到太够力哦，一直被叫去喝糖水哎，明天要去喝糖水，所以等一下我十点就不可以吃东西要播射。李红啊，你不好啊，你每次这样来踢爆我，还不好、啊。煮作业餐可以五点煮，作业餐真的不能顶哎，那你能顶到这样吃才吃哦。作业餐有作业婆啊。有作业婆。然后我都是可能没必抽一餐。放羊角豆在上面，Annie讲他的 club 也常做，然后放羊角豆在上面。啊，对，没有。我放羊角豆在下面是吗？在下上面呢，在上面。羊角豆在下面 ，club 在上面，是不是 ，Annie？ 要先拍照，等下又吃完了，什么牌子的一路好吃，我也不懂哎。菜单就不需要李红，菜单。是台风。菜单不需要拍吧，李红。是台风。然后等一下，那个机会拍照喽，知道牌子的鱼露好吃。什么牌子都 OK 吧？我觉得鱼露的味道来来去去都。Kamsom 是泰式的阿桑巴达索。对对对。我很少吃淀粉，面包啊之类的、啊，我很少吃。啊。玉玲姐，你讲的就是那个炉，你用了过后很烧，一定会烧，表面一定烧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导热啊。那如果它表面不烧，它怎样传热去你的锅？你的锅的菜又怎么会熟呢？我的这个也是表面会很烧的 ，OK？ 因为它是明火来的。这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！注意健康，比较不可以吃过七点吃比较。我林晨毅，你这个会讲话。唐小雨。他讲吃到出名的料理，不是肥而不健康啊。OK 了，不是肥不肥。不健康，那我就给他健康啊。不健康，太不健康哦。那个护士一直骂我。那护士一直讲。我跟你讲，那护士啊，找他找到了我这边了、啊。他找我，找到我很无奈啊。找到他都不想去啊。他改就对了，我跟你讲来。我们来看一下那鸡，太难了，我再忍一忍，忍多三个星期，我就把它生出来哟。那个 baby 的体重够重，我就要生了。我被护士追，再追到，太无奈了。老板们，你们看一下，买泰国的鱼露好吃，他们讲。这些鱼露都是泰国的、啊，你看。等一下我私聊你，问你可以吗？可以，玉林可以私聊 chef 啊。什么的？然后我想问你，私聊你问你问题。好，玉玲姐，等一下我去回复你，因为今天
越南的鱼露比较好吃，是吗？越南的鱼露，我没有去过越南。就是越，对，护士很关心，所以他们很紧张，然后就一直会找我。李耀星晚上好，李耀星这样迟啊，我刚才才提到你罢了，因为我看着昨天的直播。做 kimchi 韩国的鱼露可以吗？韩国有鱼露啦，不懂哎。没有，韩国的鱼露可以吗？做 kimchi 韩国的鱼露可以吗？韩国的鱼露什么味道？我没有吃过嘞。是的，韩国鱼露是怎样的？没那么重味道，好吃。越南的没有这么重味道是吗？对对对，可是鱼露不是要有味道，要重味道才好吃啊，不重味道都不好吃，是不是？是政府的规定，没错。没有网络。这么累。你要睡觉了是吗？下午叫你睡没有睡呢？哦，下午没有睡，难怪。那我要给他扫，他一直吐啊，没有睡，然后我就。好，来，朋友们。我就去。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哇。越南的好吃，我的弟媳是越南人买的好吃。哎呀，难道来给你们看一下，烟熏鸡。人家小王子飞嘟嘟可爱。喂，越南人没有这么的咸。哎呀，你看这边。哎呀，有洞洞的，为什么？熏不到啊。哎、那个。那这边熏到的地方就很漂亮啦。哎，那边有那个波点。这边是斑点狗。斑点鸡。所以你们在。在熏的时候，尽量就是把这个这鸡。妈妈讲十一杯有卖越南鱼露的。应该要这样子垫高它，这样熏出来它就比较 good 啦。OK， 朋友们，因为我的那铁架不见掉了，不然用铁架的话，好像睡美人一样。什么？好像睡美人一样。哇，很漂亮。对，一场其实在五月，我多两个星期多就可以生了。很香，好，朋友们，这道烟熏鸡你学会了吗？那个鸡长斑了，波点的。这是波点狗哎。波点。啊。睡美鸡，鸡好美哦，我要鸡腿哎，师傅我的。鸡腿啊，好，okay, 留给你了。师傅，我们会上来的。来 ，OK， 我们要去吃晚餐了，各位朋友们。茶熏鸡，我下一次再跟你们分享那个用炸的，用茶叶来炸的。学废了，完美。OK， 这个我不能吃给你们看啊，因为我们要拍照，不然他没有。我要拍照先，拍照先。啊，我们拍照了才吃 ，OK。完美啦。完美啊！欢乐时光过得真是快，又是时候说拜拜，谢谢你们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拜拜。啊，要跟我们讲两天没有直播了。还有明天、后天都没有直播，我们拿上通告，因为我出门。Okay, 出门办代机，可能要拜一才拜一，可能要拜一才能开播了哈，下个拜一，所以会连续几天没有开播，大家哈 ，OK， 好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拜拜。